造型拿着这个加时蓝牙棒，然后屁股后面还有个大南瓜跟一个小南瓜哎、欸。呀，其实不看脸的话，我觉得这个造型应该还蛮好看的啦。万圣节这个造型，里面还有糖果可以吃。干，国外的八加九是不是穿这样啊？留这个性感的朋克头。回程动画，看一下。回程动画的话，哎呦，不错哟。哇，这样那个壶还会动哎，你可以把这个糖果给干过来。靠，没按错了。那就改进了。这个拉一下，帮我两下。Nope。哎，盖明老师，怎么这样？我是被鸟鸟玩弄了。抱歉，刚刚那个讲话有点粗鲁。你们要知道，我平常是一个很有气质的人啊。哎、欸，这个吉林是怎样？这个初装我他妈是第一次看过、欸，哇，好猛哦、喔！竟然是仙女护符、欸，哎，他卖首饰了是不是啊？来到，哎、欸，在干嘛？他跳到我吗？跳不到，跳不到，跳不到，跳不到！来，拜，走喽，雷哥！不用不用自杀，不用自杀。Come on, show me something new. 还好我没逃跑。哎、欸，不会吧？我会被小兵打死啊？不会吧？喂，想干嘛？然后这个造型目前，他那个特效是蛮不明显的。但我怕他的打，他的 Q 是丢一个南瓜啦。他 Q 是丢一个南瓜出去，但感觉没有到特别明显。他丢一个南瓜，大姐不知道长怎样，大姐我猜是橘色的啦，但他具体会长怎样就不太确定。打野的时候打不护盾是没有用，因为他晕的时间其实跟你的护盾是一样的，但你还是可以放一下，因为你还是多少有点用啊，可以让你血量少一点。完了完了，三路危险危险危险 ，Ringa 来了。还想杀我队友啊！我就知道他。带走，舒服、哦、W kill。而且以前艾克在打野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不是演月流啊，那时候都是于禁流，那时候于禁太强了，你艾克出坦很猛。当然，艾克后来版本里面你想干嘛？完了完了，你可以吗？伊瑞利亚，完了，他复活了。哎呦，干超痛哎、欸！何胜哦，里面雷哥我不在里面啊，应该不会啊。不要雷哥，啊，应该杀不了。我来喽！干吓死！来走，打得好哎、欸！我会不会走到一半遇到雷哥啊？我、哦、你当下在这里住吗？对，对不起大哥，你不要按大哦！你什么都没看到，什么都没看到，什么都没看到。好了啦，干我要抱我队友了，救我队友！可恶，别换掉，加一。哎、欸，
我操，真的假的？雷哥这么害羞啊！哇，刚雷哥跳上来，感觉多一个伤害就把他杀掉了。刚伤害都我打，我都这么极限了，居然没换掉他。没有啦，这个要换上去打啦，我不可能卖队友啊！你们看我开台那么久，我有哪次卖过队友的？我这个人出来混讲究就有两个字：义气。从来没有卖过队友，就会跟队友奋战到最后一刻。只能说我卖队友呢。哎，这不如果我打好一点的，我队友有个人帮我打一下那个伤害的话，狮子就死了，他剩50滴而已。我感觉他也可以用无敌应该可以杀。这里，来吧。我那个预判真硬。这要怎么输？这个彩完美，小彩一波。我本来看不到，是不是 PB 最近改的东西？后面是 PB 改的、啊，因为 PB 的版本比较前面，搞不好他最近改版有让那个派克斩杀线是连对手都看得到，应该是有改版了。他可能想要渐渐认服派克啊，让那个会被派克斩杀的人自己也看到血量，这样就可以比较好去算血。最近是 PB 改的，还是现在这是 PB 的 bug？ 正式版上来之后也不一定会有，这个你要等正式版上来之后才知道。可以带走。这个在干嘛？他是在看 FB 啊。他正在看 FB 耶。没跟到，跑太快了。还想跑啊？我知道在这里，派克，太天真了。我找你喽，派克。他不是很会跑，再会跑、啊。下去，行。